缓解心悸小妙招。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寇慧娟，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缓解心悸的话，我觉得得看是哪种类型的心律失常。假如你只是一个交感兴奋引起的窦速，你可以平静呼吸，安静，我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还有一类心律失常叫阵发性室伤心肌梗阻，那病人他主观的感受也是心悸心慌，感觉心脏像跳出嗓子眼，这个时候缓解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做刺激迷走神经张力，刺激迷走张力增高的这样一些方法，比方说你去做这种瓦萨瓦动作，压眼眶，甚至于呢拿脸闷在凉水里，然后或者是用一根筷子去搔你的嗓子眼，让你做恶心的动作等等，用这些刺激迷走张力的办法来缓解你的心慌的症状。但是如果你是更严重的心悸引起的一些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恐怕我想还是应该去专业的这种医院就诊，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所以一定要区分它的类型来进行有效的干预。